所有在英国的学生学者、华人华侨，大家好，我是曼城的足球运动员孙继海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呢，因为瓜队有比赛，不能够亲自到现场跟大家见面、给大家拜年，所以通过这种方式，希望能给大家问个好、拜个年。希望大家在鼠年能够工作顺利、学习进步，身体健康、万事如意。再次给大家拜年，谢谢大家。